我现在开始要跳表的啦。OK 哈。跳价50块。对啊。太坑了吧？如果你们这样子被开单的话，算谁的？就是一人一半啦 ，AA 制啦。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约会。OK， 我们现在开始要跳表的啦。OK 哈。一起跳价50块。对啊。太坑了吧？这年头做这行不好赚的。那你做多久了？大概快2年的啦。那你这样做的还舒服吗？不舒服哎、欸，等一下可以扣30块吗？我们没有再扣的啦。那如果你们这样子被开单的话，算谁的？就是一人一半啦 ，AA 制啦。AA 制。对呀、啊，罚单也要 AA 制啊。今天生日哦、喔。对啊。那你是双子座、喔。对啊。那要加10块呢，双子座比较值吗？那可以抱抱吗？抱加30。抱抱加30。我这边有很多额外费用啊，前面对账一下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。OK 啊，踏板我说就可以了啦。结束旅程，收你61.33元。好、okay 哦，我先我找一下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